好，那昨天晚上呢，就是11号，在我们晚上11:30，在我们本峡自强路一段，那骑楼地呢有发生枪击事件。那本分局获报以后呢，就立即到达现场。那到达现场呢，有一对男女呢，有遭受枪击的一个事件。男孩子呢，有右胸有遭到枪击一枪。那女孩子呢，左小腿有一枪。那我们立即呢，到现场就立即把两人呢送医来急救。那目前呢，没有生命的一个危险。那我们已经锁定特定对象，目前警方已经组成专案小组在积极查缉当中。那在此也特别呼吁，那只要胆敢在我们辖区涉案，我们一定会严正执法，快速来打击犯罪。我们会很快的把它查缉到案，还给我们那个三重地区的一个社会治安和一个平稳。那我们现场呢也有查获到犯案的手枪，还有子弹弹壳呢3颗，未击发的子弹有1颗的一个情形。那这样跟各位做说明。那交通工具呢？犯案以后呢，就骑摩托车呢，逃离现场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掌握的是开3枪。所以手枪是改造式的手枪吗？是，目前改造是改造手枪。